各位观众，心事台啊，咁我哋咧今次咧，我哋坐喺我隔篱咧，阿林眉医生。咁咧，我哋上一集咧，上一次咧，林眉医生俾咗好多吓，即系扮靓 tips 俾我哋啦，咁啊好多谢佢啦。今次咧，我哋特意咧就要揾阿林医生出嚟咧，再俾多啲即系我哋叫靓嘅资讯俾我哋。离不开咧，靓除咗个靓样之外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靓嘅身材啦咁样。咁你就唔好用我哋做板啦，我呢个系一个即系 wrong example 嚟咁样。多谢先，林眉医生，你好。多谢阿 John， 多谢你哋又上嚟啦。咁啊，今次好高兴。系啊系啊，多谢晒。我哋因为上次我哋讲咗话好多资讯啦，原来咧靓咧可以咁多叫即系知识喺里边咧，即系解释到靓呢一样嘢嘅。咁靓咧就离不开头先所讲样之外就系身材啦咁样。咁身材呢，我先不要讲应该什么形状，先讲一个最即是我们叫城市人的天敌，就是肥胖。那呢，我们看看我呢就是一个 很准确的example，就是中央肥胖大肚腩。什么叫肥呢？去到什么位置才叫肥呢？样其实呢，医学上呢我们都有一些标准可以跟从的。第一个就是身高体重指标，俗称 BMI 啦。咁啊，咁點計嘅咧？咁其實就係睇翻嗰個CM 身高嘅 CM 啦，跟住用翻嗰個體重 kg， 咁嚟計翻個方程式嚇。咁啊，咁如果亞洲人嚟講咧，就18.5至22.9為之標準啦。嗯，係啦。嗱，我自己咧都曾經上網咧試過用個 BMI 計個數啦，咁樣哇，發覺哇，原來咧我重咗成20-30磅喎，咁樣係咪即係我見到個好似劉德華咁嘅身形咧先係標準咧？係咪啊？即係我見到話，所以我見到你知佢落健身室嗰陣時咧，有啲大隻佬咧好大隻噶嘛，你見到佢成亞歷舒華辛尼加咁樣，嚿嚿都係肉。咁如果咁稱得上嚟，應該好重噶喎，佢哋咁樣。咁其實係點樣嘅一個關係咧？其實嗰個 BMI 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粗略嘅估計啦，因為佢冇分開你入邊究竟係脂肪啊定係肌肉啊嘛。咁有啲人肌肉比例比較高，脂肪含量好低嘅話咧，咁其實佢可能同一個脂肪比例高，咁但係冇乜肌肉嘅人咧，同一體重嘅喎，即係 BMI 可以一樣嘅，咁但係其實就係咁肌肉含量高嘅人就一定係會健康啲啦，新陳代謝都會快啲啊咁。喂，其實係咪好似肌肉重過脂肪啊？即係如果你大隻佬嘅話咧，你係重啲嘅係咪？即係如果照稱得上嚟係咪？係有機會係重啲嘅。有啲重啲係咪？咁如果我想下嗱，我有個 BMI， 除咗 BMI 之後計咗條數啦，發覺啊我都算是肥胖喎，或者是過略胖喎咁樣。咁其實係咪男仔女仔都是用嗰條方程式去計㗎？係啦。咁如果 BMI 嘅話，就跟翻嗰個種族嘅。咁如果亞洲係啦，咁亞洲人同埋西方白種人咧會有少少差別啦。咁亞洲人就會低啲嘅，係啦，會低啲嘅，係啦。即係都有個即係我哋叫做。即係嗰班人群嘅 norm 嘅，即係習慣係咁嘅 norm， 即係望落去舒服啲嘅會㗎。咁呢、這個即係啊，總之係呢個體態咁樣就叫做標準啊咁樣。健康啲係啦，健康啲。咁呢個仲未去到靚同唔靚嘅，其實就我哋講緊健唔健康先嘅。咁、因為超重嘅話就係、是、好似你頭先所講啦，咁現代人就比較多中央肥胖啦，咁或者 BMI 係真係超出咗嗰個標準嘅，咁佢就會增加咗都市病嘅風險啦，血壓啊、糖尿病啊，或者係心血管病嘅風險啊咁樣嘅。